笑盈如花的少年，用入木三分的演技赋予角色灵魂，一战成名，踏入人气顶流之列。2019年拿下明星势力榜、周榜和月榜多次第一，热搜上榜159次。他用谦虚踏实的努力回馈万千热爱，他是微博年度热度人物肖战，他是超高颜值与精湛舞技的舞台王者，也是雅正端方深入人心的翩翩公子，更是将热爱做到极致的宝藏男孩。他以作品热度飙升，以实力人气爆棚。2019年，微博新增粉丝近1600万，发布视频累计播放量接近13亿。他是微博年度热度人物王。